的船现在出发啦，我们要去 Santa Cruz Island。我们这次来的是海峡群岛国家公园，它位于南加州的外海，有五个小岛形成。我们这次来的是它的最大岛 Santa Cruz。那由于与世隔绝，所以岛上孕育出了许多独特的物种，只有在这里能看得到。那有机会去海上凯亚的话，也可以欣赏这边漂亮的海石洞。那来这个国家公园唯一的方法，就是去 Ventura Harbor 找 Alan Packer 这个船商坐船过来。那我们今天很幸运的来的过程中，还有在海上看到海豚群。那我们现在在 Scorpion Anchorage 下船，我们今天还会在岛上露营过夜。We're happy to have you on the island. My name is Mitra. I'm one of the rangers here on the island. So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while you're here,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me.我们来到岛上之后，第一个行程就要去海上划凯亚。我们已经穿好装备啦，准备去海上划凯亚。Thank you.
呦，行行行行，没事没事。那我们刚刚结束我们去海上滑凯亚，那导游非常棒，他会介绍很多关于这里的小知识，比如地理啊、生物啊、鸟类啊，还有海底海藻，还可以看很多海石洞，他会告诉你要怎么穿越这个海石洞，非常的刺激，很推荐，一定要来。那我们现在就要去我们的露营地，准备搭帐篷吃晚餐。